位欢迎收睇午间财经。同大家睇下最新嘅金融行情。恒生指数报 16,670 点，升277点。蓝筹股表现，中国移动升2.5毫，汇丰控股升4毫，友邦保险跌2.5毫，香港中华煤气跌6仙，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升1.6毫。中国股市指数，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升28点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分股价指数升162点。美元汇价对澳元 1.5314， 欧元 0.924， 英镑 0.7917， 日元 151.356。港元汇价对澳元 0.1957， 加拿大元 0.1735， 瑞士法郎 0.1156， 人民币 0.9085， 欧元 0.1181， 英镑 0.1012， 日元 19.3432， 新西兰元 0.2133， 美元 0.1278。 五间财经报道完。